蔡依林呢日嚟到香港出席时尚品牌活动，着住 bra top， 一身运动风打扮嘅 Jolin 真系非常性感啊！好快就系入行22周年嘅大日子啦，准备紧新专辑嘅 Jolin 就话之后会计划开巡回演唱会，咁唔知会唔会考虑香港站呢？肯定会，如果有演唱会的话，香港一定会过来。咁 Jolin 又会想请边位做嘉宾啊？要看歌曲的形式诶，因为，蛮多其实可以蛮多可以邀请的，然后也要看对方的时间。我现在还没有口袋名单，但是如果真的要来香港的话，我会来思考一下要找哪一个搭配比较好玩。